之队轻柔一刻，由给女生轻柔呵护的女性护理品牌高洁丝冠名播出。轻柔无忧，高洁丝。周海，韩城，方俊霖。本期16位中韩队员将继续拼尽全力为荣誉而战。大家好，这里是我们的房间，整体的感觉绿绿的，然后很像春天 spring 的感觉。这里是我们洗手间，啊，这是我的，正好把它拿走。还有个小浴球，这是我们的厨房了。因为刚刚我们做过饭，所以呢，这些对有一点稍微小乱，稍微小乱。在这里我必须要介绍一下我们的性感厨娘严屹宽，宽哥，他是我们这里最棒最棒，我们的奶妈。 Excuse me, I want 一杯 orange。 请问你们想喝什么类型？没问题，就放吧放吧，介绍一下。谢谢身为刀客，还差两杯，还差两杯。你吃饭的家伙，你都不知道在哪。谢谢啊，耶！哎呀，胜利的结果真好啊！刀客，属于胜利者的饮料。希望今天晚上，我们的羽毛球也可以胜利。先合张影啊，太菜，哎哎，一二三，对，这手还慢的是吧？这饭好好吃的，真的吗？因为是我煎的，我泡泡很香。上期五段综合赛中，中韩明星队员拼尽全力为荣誉而战。比赛中，韩国队洪俊以1分25秒刷新了傅辛博的最好成绩，紧接而上的90后张哲瀚不负众望，以1分19秒反超，最终为中国队赢得比赛。在本期节目中，他们又会有怎样的精彩表现？中韩梦之队第二轮比拼马上开始。羽毛球是中韩两国的传统体育强项，在羽毛球的最重要世界大赛苏迪曼杯上，中国队和韩国队几乎包揽了三甲榜单，而两队在14届的苏杯历史上更是交锋15次之多，其中更有4次在决赛交手，每一次都被誉为世纪对决。本次中韩梦之队羽毛球之夜，中国梦之队的8位成员将遭遇韩国梦之队的强势阻击。倪坤作为韩娱圈的羽球王子，从9岁开始练习羽毛球，初中高中作为校队专业选手，更是获得过多次大赛冠军。就连韩国羽毛球国家队顶级球手李龙大也对倪坤的实力连连赞许。面对如此强大的对手，在障碍赛中取得胜利的中国梦之队，是否能再下一城？情势充满悬念。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国深圳卫视和韩国 KBS 共同打造的中韩梦之队。
铂金级品质，冠军级表现。本节目由超柔软超亲肤的韩国国民纸尿裤好奇铂金装冠名播出。中韩梦之队由给女生轻柔呵护的女性护理品牌高洁丝特约播出。本节目顶级合作伙伴东鹏特饮，感谢您的关注。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三只，早上起来还像被人揍过一顿一样。天哪，这两天体力用的过猛。爱成一个复习锅，爱成一个复习锅。好，准备了，准备了，复兴波回来了。好了好了，大家过来。Come on， 来，不是我，那我就再挤一点，再挤一点。我们这可以，还是再挤一点。可以可以，挤出一只，绝对 OK。我没包子应该能挤进来，快吧。我们现在不怕传绯闻啊，不怕传错东西。真的好难。你把妹妹害了，那你把我害了怎么办？你没事，你不行不行，就害你吧。我要娶你，我没事没事没事。各位队员们，知道今天我们要比什么吗？我知道，羽毛球。你知道吗？嗯，昨天晚上你说梦话的时候告诉我了，真的？我有透露那么多秘密吗？我知道我们队员当中羽毛球的水平悬殊很大。嗯嗯，自认为自己打得最好的举手。只有我一个吗？自认为我，我觉得我也还行。中间有人从来没有打过羽毛球，我不知道这个人是怎么长大的。谁没打过羽毛球？谁没打过羽毛球？哎，我两个。我懂了，你就是没有打过，但是你觉得你一定打得很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如何掌握？我们有请谁自认为自己是高手的自己说说该我们该怎么练吧。就是感想。来拳头王，我们的拳头飞。他想的肯定比做的好。我们把我们要注意的就是把球打过去，然后再接住他们打过来的球，就这么简单。就说了一系列的废话，这些话等于没说，然后就是大家都懂。你们看过林丹的比赛，包括他训练啊，这羽毛球桶那么小，他都能把球打进去，稳准，对对，稳准。因为我们现在我手上我们还没有拍子和球，所以呢，给大家出一道题，在这个客厅、厨房，这现有的范围内，大家各自去找一样最像羽毛球拍的东西。好，那我们准备。但这个很长。火力全开，激情无限，中韩梦之队官方同名手游即将上线，敬请期待。好，这个呢？哎，一样。对。有眼光。来。哎呀。其实这个是最像的。对。啊，对。对。哇，这个可以。蒋梦杰，这给你吧。如果讲技术，讲技术的话，还好还好。没关系，我可以。要不我给你这个吧，我用过。这个眼睛。哎。拿这个了，你这个太沉，这两个不错。哎我操，对对，这可以。哎，我那个大的，我这个小的比较顺手。我的，我这个是这个。哎，我的重了，这个。太重了，我这个比较好。太重了，这个好。这个，你平面，这我的，我看，那咱换一个。太小了，我第一个看的就是这个，球很轻。我们用一个，你要哎，书也可以。做个球，这个绝对。我看一下，露馅儿。你果然是领导发挥型。就那个当球。我们八个人分成两组，现在大家水平都没暴露之前，那就让两位女生挑人，剪刀石头布挑人啊，你们俩挑人，石头剪刀布，哎呀，挑谁呀、你挑个你觉得最棒的，你看出来他很强，你很嫌弃的你，其实我真的想啊，大家都来吧，都来吧，好，你哎，陈旭再挑一个。队长，队长，好，哦，来，真会，虚的，石头剪刀，来吧，命太好了，哥你来吧，哥你来吧，行，好，谢谢，你们是按照年龄选，按照年龄，那按照年龄选也不对啊，你选了个最小的好吗？来来。
全能王。哎，我说我们两个是怎么样？是人品问题还是感情问题吗？是因为我们两个长得没有那么厉害。我们看着那么厉害的样子，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个组合，我拿锅，你拿铲。对，锅铲组合。对，石头剪刀布。我说了，还有谁没选呢？我俩锅铲组合，锅铲组合，锅吧，锅呀，锅。那铲，铲哥来，是为什么？为什么？不是。好，稳准狠，我是第一个啊。好，哎，哎。铲神，两位，这你能不碰球，不碰球算你进。不是你们，你俩能不能起来？啊，看见你俩我都没心情。两位不碰球，碰到球算你们进。不是你们太影响，不动。不要有压力。好。白点，哎呀，作为对手，我就是有点遗憾啊！啊！别做手，你用的力气就这一点。哎，孩子超限了！小伙子，腿，你是练体操的吗？体操，你是练体操的吗？超限了！我还超限了！你看，是不是？不是了！我可以放在上面这样子。可以。你打羽毛球有发球发吗？不会打吗？哎呀！不会打，我先告诉你，得拍啊！对你也可以。抽进去，他这个肯定不好打。我怕你的球连桌子上。要不肯定不好打。Good boy， 哎，你是不是帮他们的？一个往前起。对，然后郭京飞和陈星宇至少能进一个。他这个动作，我觉得他是进不去的。他是著名的乒乓球手，你看到？我觉得傅辛博至少能进一个。来了，这不。现在不就这？现在来不及了。可以。一定要甩个头，他给创造，他给创造奇迹。甩个头，现在感觉自己帅帅的。你忘了昨天摔的那个训样了吗？绳子都断了，我。漂亮，加油，加油。这不是蛮懂啊！哇！별빛이내린다。哎，这样挺屌的。
哎呦，好，师哥不是我瞎说，你这样一定进不去。对，师哥，我觉得你这样打完以后手会烂，会得。不，你这样是进不去的。这样。师哥，脚趾头，下下下下。他们还有一个人，还有一个人，还有一个人，我们第三个了，就是，哇，这个可能会创造奇迹，因为它有弹性啊。这个好难。坤哥，大力出奇迹。OK。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国深圳卫视和韩国 KBS 共同打造的中韩梦之队，铂金级品质，冠军级表现。本节目由超柔软超亲肤的韩国国民纸尿裤好奇铂金装冠名播出。中韩梦之队由给女生轻柔呵护的女性护理品牌高洁丝特约播出。你好，이동수코치입니다 okay. 와에헤이아니야와You so hey, that's what you say. You tell me, baby, please don't go away. But when I play, I never stay. So every girl that I meet, this is what I say. Never have a good day. In our first life, I've never had a good day. It seems to work. 我觉得他们派出三个男单，我觉得应该就是你困。然后还有那个队长灿盛，我觉得应该是他们三个。对，你看他，他的姿势，他的甩拍，你看甩拍很快，扣杀很好，很准确，专业的。啊，就你现在我们把那个倪坤放到 S 级，倪坤应该是 S 级。他这是蔡盛，这是蔡盛。哦，看起来他体那个他的身体素质，女野兽比较年轻，然后可能就是运动细胞比较多一点，速度快，他是有力量。你看，但他放小球，你看，他的弱项是前面接起，球可能会比较。他的弱项，反手也不行。跟他打的话，一定要前后场调，换一下吧，换一个那个队长好不好？军进。对，换队长看一下。好，我们想看一下队长军进的表现和状态。而且你现在这样看，是军进，是更近的状态。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他的控球力怎么样，他会不会跟你掉？我们一起讨论一下这个，就是战术。因为战术的话，换句话说，也是战斗的一种方式。我觉得就是说，战术强对强，弱对弱，这是最基本的。我们只要看这个。他们另外两个打的水平如何？如果我和包子有把握赢后面两个，我们就让一个弱的去跟那个倪坤打。女单陈玉上，女双是蒋梦婕上，找一个男的强的可以带着他。郭俊飞，咱们两个来个男双吧。那就是笑话。队长，对，哎，你们三个还可以保一组男双，但他们也会派倪坤上一组男双。对，男双没关系，他一个人厉害没关系，这要配合。对，男双还是不太一样，还是。好，其实我们也了解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回去了。谢谢。火力全开，激情无限，中韩梦之队官方同名手游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本节目顶级合作伙伴东鹏特饮，感谢您的关注。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好了，刚才大家也热身了，然后呢也有正规的教练给我们训练了一下，也给我们讲了一下规则。我们现在定下来的出战的男单三个：傅辛博、魏千祥、张哲瀚；女单是陈心瑜；然后男双是我和严屹宽一组，傅辛博和张哲瀚一组；混双是蒋梦婕和郭京飞一组。放轻松吧，我们就给观众献上一场精彩的比赛。好嘛，娱乐为重，娱乐为重，有意义啊！我们开心，加油！哎呀，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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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之队，加油！哎，哇，对！一二三，中国木之队，加油！加油！加油！周韩，韩秋，秋日天。观众朋友，您现在收看的是由中国深圳卫视和韩国 KBS 联合打造的中韩梦之队。本节目由最柔软最亲肤的韩国国民纸尿裤好奇铂金装冠名播出。中韩梦之队由轻柔呵护女生的女性护理品牌高洁丝特约播出。哎呦，真的很软，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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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eally 오늘배드민턴경기를하게됩니다그렇죠어당연당연당연네是的한국과중국그리고중국과한국이늘결승전에맞닥뜨리는경기가바로배드민턴이아닌가그런생각을하고있는데리엔리엔은어떻게생각하세요에이、네、我觉得此时此刻、네、我们两个人应该抱一下因为我要跟大家讲真的是在羽毛球这项体育运动上我们中韩两国真的都很棒成绩不相上下맞습니다맞습니다、네、그래서오늘과연중국의드림팀과한국의드림팀이어떠한결과를만들어낼는지굉장히궁금합니다那迫不及待的就要请出我们中国梦之队的八名成员한국의드림팀의8명의선수들을소개하겠습니다那作为我们中国梦之队的队长陆毅此时此刻在第二场竞技比赛之前也有想说的来有请我们的队长陆毅我们今天呢在这里举行羽毛球比赛我希望我们在比赛的过程中我们两队能够相互之间好好的学习好好的交流谢谢아감사합니다루이는중국판의아빠어디가에출연을해서1세대국민아이돌출신지금가장핫한핫한분이었습니다그리고푸신보푸신보가한국에서가장알고싶어하는중국연예인1위랍니다알고싶어요네한국인들이푸신보를왜좋아한다생각하세요善良善良我觉得自己还蛮真实的진실성이있는그눈빛으로돌아봐주실래요뒤로돌아봐주실래요뒤로그러니까제가보기에리쿤씨랑도약간외모가리쿤하고닮은것같아요잘생겼어요아我们三个都很像아하리엔리엔네산들이뭐하시는분인지아시죠네歌手오맞아요너아널그렇게나그렇게나한번저산들에게보고싶은게있어요오산들산들산들저희노래를네산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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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내사랑아내사랑아이제내게마음을열어줘부탁해부탁해사랑해이세상끝까지함께해줄
함께 해줄래. 예. 哇，这脸红的，看看啊！哎，这一步是跟人都干真的，这个刚刚有没有心动？嗯，这样，那为了回敬，我们蒋梦婕也为他唱一首歌，两句，我唱什么好吗？两句，唱什么？哦，蒋梦婕，你给我，哦，蒋梦婕，你给我回啊！啊，蒋梦婕，首先我不是歌手，我不太会唱歌。终于看开，爱回不来，而你总是太晚明白，最后才把话说开，哭着求下来。哎呦呦呦，真的不错，真的不错，赶快回去给他。산들씨가또중국어로좀한다그래어진짜로네중국어로좀아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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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제가좀해주세요할줄아는게아니라그게열심히배우고있습니다아배우고있는데저매번못배웠어요그래도배운만큼카메라를보고중국에계신팬여러분들한테인사한번해주세요아어떻게해야되지워워시워시찬도아오아이님은네바나사랑합니다아채연씨가중국어채연씨가좀중국어를좀하시지않나요잘하시죠인사를한번대표로한번해주시겠습니까네我是蔡妍，但是我的中文听力好，说的不好。说的很好。哎，在我们队里面有说韩语说的好嘞。说韩语说的好嘞。应该是他。付辛博，来来，付辛博。一点点。比如买东西。啊，我只会说嘎嘎谢谢哦。披萨，披萨，披萨。이쁘다이쁘다이쁘다사랑해요我想跟哈尼说一句哈尼한테안녕하세요뽀뽀해주세요뽀뽀해주세요오늘대결이배드민턴인데이제한판승부펼쳐봐야되지않겠습니까真的要告诉大家其实我们这项比赛啊赛前热身赛真的是不仅会拿到机会卡还会吃到美食对不对数字羽毛球游戏规则两队各派一名队员依次对着一至九号板击球羽毛球打穿号码板则为成功命中更多的一队将获得机会卡다시한번말씀드리는데여기서이긴팀이와일드카드를획득합니다是的네获得机会卡那对接下来的正式比赛会有很大的优势만약에동준씨치면서쓰러지면안되는거예요안돼준비됐어요이거진짜잘하셔야돼요실사라실사라사라부담을주세요아왜저거사람을아니내가뭐라고아깝다이거이게뭐야放心我这边是不会说的来把我嘴捂上来푸신보오좋아푸신보오좋아푸신보와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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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羽毛球的两大强国中国和韩国的梦之队队员今天将要展开的竞技就是中韩羽毛球团体战比赛由单打双打
混双的形式进行，共进行七场比赛，每场比赛先获得十一分的一方单场获胜，最终先赢四场的队伍为获胜方。平局时率先领先两分的队伍获胜，胜利的队伍拥有发球权。两队每位队员至少需出战一场，每场比赛都有一次叫暂停的机会。离太近了。这손에대진표가있습니다。没错。네，자제1경기남자단식선수소개를해드리겠습니다。好。한국의드림팀에는누가나올것같아요？哦，你们觉得会是谁？소개합니다。네코！잘하고올게요，잘하고올게요。好，中国队对战第一轮男单的是傅辛博。니쿤이나왔습니다기선제압을하기위해서푸신보니쿤이나온거를예상했습니까我没想到哎，我以为他会最后一个。이길수있습니까赢不了。因为今天下午的时候我有看到他的动作还有他的一些技巧，然后也知道他之前打的也很厉害，所以像我这种业余级的还是我觉得还是会稍微逊色一点。배드민턴쳤었죠어렸을때어렸을때몇살까지쳤나요한5년정도쳤어요包子你不要紧张，想不想听一下你身后的队友对你的加油和鼓励？好好好，来，加油！我觉得我可能在这个项目上打不过尼坤，但是我会尽力的，尽力而为。哎，尽力就好，尽力就好。阿克萨姆的习惯。单打比赛规则：羽毛球超出两侧内线或后方端线则为出界。第一局男子单打开始，裁判抛硬币决定发球权，中国队傅辛博赢得了发球机会。中方傅辛博发球。이제본격적으로시작하겠습니다。傅辛博发球，哦，反手击球，姿势看起来非常的标准。哦，尼坤失误，傅辛博率先赢得一分。变炸了！傅辛博发球，尼坤反手接球。哦，这个球我们要再看一下慢动作的回放，确实是线内，这样的话尼坤赢得一分，现在的总分是1-1。别发进了，发进了不好打。尼坤发球，傅辛博起跳回球，再来一个，哇，这个球直接是出界，1-2。哎呀，一念，안녕아웃이야여기까지밖에안쓰잖아못봤어看得出来两位明星选手的水平和状态还是蛮接近的。现在轮到傅辛博发球，哎呦，直接一个发球失误呀。不急，没事儿，没关系，已经有两分了。나도긴장된다往后发，往后发。尼坤发球，傅辛博反手，傅辛博一个转身。嘿呀，没接到球啊！包子要往后打。
现在球权应该是轮到了倪坤这边。倪坤发球，回到后线。哎呦，这是一个大力后杀呀！这是专业运动员的水平，这拍的听的是啪啪直响啊！持球的部位非常的准，有专业范儿。无论是对手还是自己，都对这个球感觉到很满意啊。分来到了9-2，倪坤的领先优势还是很大。看这个球掉后场，傅辛博大力后杀，哎，高手偶尔也会有失误的时候。傅辛博发球，倪坤往前清掉，再得一分。别气别气，这个球看得出来，在往前清掉的技术和经验方面，傅辛博还是差了一点，比分来到了10-3，再赢一分，倪坤就拿下。现在双方都是选择比较保守的战术啊，往前清掉，放小球，掉后场，拉一个斜线。哇，那么从双方的对抗来看，倪坤确实表现出了准专业羽毛球选手的能力啊。倪坤为韩国梦之队拿下首胜。여자단식，여자단식，한국팀에는채연씨입니다。哦，接下来我们中方将派出的是陈心宇，掌声有请。哎，那我们这个机会卡什么时候用啊？哦，稍等稍等，哦，可能本轮我们中方在第一场男单的时候就想使用机会卡，지금처음에요？我们坚决要用。对，因为我们刚才看到了倪坤的表现，真的非常非常的棒。쓰시겠습니까？很棒很棒，要用。哦 ，OK。傅辛博가찍을수있어요난누구랑하고싶다예그렇게찍을수가있어요好，那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傅辛博，你选择了谁来跟你对战？그러니까다시영대영이된상황입니다。那我要不选那个赵权好了。好，选择赵权。主播。主播，不用说。근데진짜약해보이긴하나봐지금왜신보가조건씨를선택했냐면네가만만하다이거야내가만만하다그래오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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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完全没有完全没有알았어알았어알았어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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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화이팅하시고부신보对而且我现在都没什么信心了对기권하시겠습니까哦，不是，你俩跟谁？不是，你查清了，不要不要哥，我们要跟那个继续打呀，好不好？哎呀，不是。Play。好，我们来看这个球，一二三，哎呦，这比赛开始的快，结束的够快。傅辛博找了一个不错的对手，大力扣杀，速度快的是惊呆韩国队的小伙伴。中国队先下一城1-0。来看能不能继续乘胜追击。再看发球，哦，这一球，哎呦，怎么又没接着呀？赵权再次失误，比分来到2-0。这比分下的有点快啊。还是傅辛博发球，赵权小碎步接球。现在状态回来了，反手准备来一拍。现在来到3-0，大家是不是怀疑这傅辛博怎么就挑中赵权了呢？放一个水，放一球，放一球。球来了，赵权把球往后场吊一下，嚯，这球够高够空。再吊高球能不能接得住？且看这个球，哎呦，瞄了半天，还是没打中。感觉赵权平时
是完全不打羽毛球啊，这球瞄半天没打着。再看第五个球，双方那球的球速已经不是一般的慢了，小学生一般都能接得着，好吗？连下五分。好，四分是那本。刚才的速度一般业余选手都能接得住。来看第六个球，掉一个高的，这回是瞄准了打吧。感觉怎么着也得让小少赢一分啊，要不然这面子实在过不去了，有放水的嫌疑。来到了五比一，我们来看一下赵全的发球，这双方节奏还快了点啊，有点像小区里边的爷爷奶奶打球的节奏了，是拼高拼远，但是技术含量非常之低啊。还不错，这个回合应该说是双方打了六七个球啊，打得最长的一个了，按照命中率来看算最高的了。场边的观众看起来有一赛有点提神了，要不然真该要到睡着了的节奏了。嚯，哎呦，不容易啊，这赵先生猛发一拍，哎呦，你看观众的反应，惊呆韩国队的小伙伴，没想到赵全是有点隐藏小实力。可能付辛博也想，哎，怎么着也得让你赢两分啊。看赵全的发球，且看赵全能不能乘胜追击。嚯，迎上前去，拉到往前，连续扣死。哇，赵全真的是来电了，也不知道这电什么时候通上的啊。从一路大比分落后，完全找不到北，现在是把比分握紧，自己都有点被自己帅懵了。再看这个回合，赵全金博是不是还让对方得分啊，要个往前。哎呦，这是什么动作啊，这是网球动作呀，还是橄榄球动作呀，还属于 mix 混搭的，这没劲儿了呀，还是这电瞬间就没了呀。现在比分来到了六比三，我们来看一下傅辛博的发球。傅辛博劲儿还是大，感觉体能上比赵全要强，这球仍然是出界，而且出界的还是比较明显，没有争议。似乎感觉到韩国的小赵同学这劲儿有点跟不上了。现在的比分来到了七比四，尽管在实力上咱说啊，赵全确实不是实力派选手，属于羽毛球当中的偶像派。哎呦嚯，偶像派也能发力啊！哎呀，无论是对手还是队友啊，都对小赵这个自嗨表演都是惊叹不已。现在比分来到了八比四啊，看一下小赵，哎呀，好嘛。感觉出来小赵这电没了，继双腿被击穿之后连续失误，来到了九比四的比分。掉后场，傅辛博掉个轻球，小赵能不能接住？漂亮，这个球反应快，掉后场。哎呀，太可惜太可惜了，真得给赵全点一个赞，尤其冲人家后场杀到前场这反应速度，这能力见长。现在比分来到十比四啊，傅辛博再赢一球就为中国队再拿下一场比赛。哎，打了一口叉，太着急太着急了。最终在赛点的争夺当中，傅辛博是没有让对方有机会，十一比四拿下，为中国队再添一分。好，接下来咱们快马加鞭看一下李丹的比赛情况。작전성공해서졌죠제2경기여러분채연입니다채연哦，sexy，那接下来也有请我们中国梦之队的女单选手陈希雨，有请。여기서1대1로만들어야죠1대1로만들어야죠화이팅근데우리편에서는그냥편안하게하라고괜찮다고네그게잘해달라는거예요그때신승이는화이팅긍정은그렇지않습니까최선을다하겠습니다최선을다해주십시오 、네、 刚刚我也才知道啊，我亲爱的队友应该再打是第三次了对吧对真的吗真的啊。那跟蔡妍进行比拼啊，有没有紧张有没有压力特别紧张因为我真的不会打羽毛球但是我觉得这是一次很好的机会而且跟我的女神同台所以无论结果怎么样我都很开心好加油加油海清加油加油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女单的对决由陈心宇对阵的是蔡妍两位选手实力相当身体素质也都很接近
据说啊，韩国队的蔡妍最近沉迷于保龄球，说明运动细胞很丰富，被我们只打过三次羽毛球的陈心宇现在是捏一把汗的。啊，大娘，一上来的发球呢应该是由蔡妍来发，那么第一个球对双方未来的心理基础将会奠定很重量的分数。来看蔡妍，哇，回球下网，韩国队啊先来一分。能赢能赢，幸运，你要确保能打过去，你要不要着急扣，打过去让他失误。是打过去的，对，你在那边，在那，对，你别着急扣。哦，完全对，马上就给对了。现在1-0之后，来看第二个球，仍然是蔡妍的反拍发球。就蔡妍这个动作还是看着挺有模有范儿的。掉后场，哎，这看准了打，怎么还没打着啊？自己都有点不好意思了啊。2-0，蔡妍是再下一城，有点气势长虹的味道啊。那么接下来的比赛呢，连续的失误，包括对网前球判断的极其的不专业啊，让陈心宇这边是不断的在丢分。从2-0开始，蔡妍这边是连续的下分，一直比分来到了5-0。好紧张。现在比赛的悬念是啊，什么时候陈心宇能够得分了，胜负都不是悬念了。蔡妍仍然是比较稳健的发球，掉后场，哎，不错不错不错，终于啊，陈心宇这边艰难的拿下了一分。现在蔡妍9-5啊，信心足足的啊。哎，别说蔡妍这体能储备，要说比陈心宇好很多。再次回头出剑，自己都蹲地下哭的心都有啊，感觉是没希望了。因为对蔡妍来讲，握有一箩筐的赛点。看这个球是不是直接就这场比赛结束了，能不能挥中，嘿，优势太大，有的时候啊会让自己太过于放松。中国队这边是长出一口气，还不错啊，给自己压压惊，扇扇风，冷静一下。看这个球，哎呦喂，大好形势啊没有把握住，这个球是直接回球，没有在对方的回球区，这样的话呢没有逆转成功。中国队在这一轮当中啊，遗憾的失利。남자복식선수한국팀환상의콤비동준과찬성와우好，那接下来我们中方派出我们的队长陆毅，还有我们的男神严屹宽。陆毅가웨이버팬수가2,222만명이랍니다팬이팬이2,222만명이라고그래요야没有，我那个2000多万粉丝喜欢的不是我，是我的女儿。哦，真的。啊，딸을줘，真的真的。没有，那边就有。哎，谢谢。딸팬들이에요？是。好好好。他们是替我女儿来给我加油来的，谢谢。알겠습니다。双打比赛规则：羽毛球超出两侧外边界或后方内端界则为出界。师哥们，相信你们是最棒的，加油！加油！好，现在双方的双打比赛马上就开始了，真的是有点压力啊。这队长出马，看看能不能扭转乾坤呢？这边灿盛发球，掉个斜线，队长，队长直接把球都往下了。好在心态还不错，有的时候运动员比赛一拼球技，二拼心态，这点来说中国队首先心态上赢一分。看灿盛发球，严屹宽
漂亮，太漂亮了，明显出界。这个球啊，在那重点表扬严以宽，看得准，预判的精确，要不然这球够有可能够不着，还让对方拿一分。一平之后啊，看这个球，哎呀，又出现了失误，俩人点球没配合到一块儿去，陆毅也想够这个球，严以宽也想来打这个球，2-1，童俊发球，陆毅把球回过去，严以宽的，童俊再来，童俊是导弹般的往前截击啊，这个球给的非常漂亮，非常漂亮，充分利用了再往前能够快速移动啊，在瞬间把球回过去的优点，比分来到了3-1，仍然是童俊的发球，掉后场给严以宽，严以宽再次出现失误反拍，回球下网4-1，仍然要表扬中国队，表扬什么呢？打得怎么样都很开心，嗯，咱们老百姓今儿真开心呢。童俊发球，队长，对，好嘛，队长是连续两拍就到不了第三拍，哎呀。没事，出界也没事，我们不换边了吧？童俊发球，严以宽回边，陆队长过去，还是陆毅的，稳住呀！哎呀，队长看来是久经战阵的，6-1，再来一个吧。现在童俊发球都发到手软了，陆毅回到后场，还是陆毅的，还是陆毅的，还是陆毅的，给力呀，队长！严以宽救过来，陆毅，好嘛，陆毅也做好准备了。严以宽在前面来个土枪影，所以比分来到7-1。现在是要不要叫个暂停呀？感觉中国队有点一泻千里的味道。哎，叫暂停叫得非常的及时，这个时候必须要叫暂停了。因为刚才你们两个位置有点近，对，离太近了，就是前场的那个啊。有一个下意识往后会退，不要退，就一半。我觉得那个东俊很棒，因为他一直在前面。前面，对对对，对对对，他不动。对，啊、那队长擅长打远球，那你觉得？我在前，我在后场。OK， 好 ，OK， 好，好，好嘞，加油加油，好嘞，宽哥找机会杀 ，OK， 就跟你跟我打的时候杀的。好，现在比分是7-1，那中国队要赶紧打破这个僵局啊！童俊发球，不错。靠对方的失误拿了一分，现在的比分是7-2。刚才呢，就是韩国队的队员呢配合差了一点，俩人撞一块儿去了。发完球就往后退。好，现在陆毅来发球，反拍掉斜线，哎，好嘛，踢足球的节奏还能够连续颠球啊，来到了8-2。没事没事。我们感觉啊，中国队现在的笑脸可是少了很多了。继续来看比赛，后场终于拿一分，漂亮。现在比分来到8-3，这边严以宽发球，掉前场，反拍没打中部位，漂亮。8-4，中国队再下一城。暂停之后啊，中国队的状态稍微好了一点。看这个球，往前来个扣杀呀！哎呦，多好的机会呀！这连拍带球全扑网上来了。比分来到了9-4。感觉这场中国队又要悬呐！哎呀，又出现了一个失误。哎呀，陆队长自己都是懊悔不已啊！来，兄弟俩先来个激情拥抱吧，互相给点力。10-4，感觉韩国队怎么也那么紧张啊？该紧张的是中国队啊！现在是韩国队10-4，大把赛点。哎呀，这个回球太草率了，11-4。韩国的组合在这轮当中应该说是比较有明显优势，战胜了我方。没错，接下来就是男女混打混双。那接下来我们中方的派出的是郭京飞、蒋凤姐。好的，그렇다면한국은네콘하네아니쿤이중국드라마오로라를찾아서1/2여름거기서주연을맡으셨네요아네네팬들한테인사한번해주세요중국의팬들한테네아본인하고중국하고잘맞는것같아요어때요잘맞습니다잘맞아요네한이도좀중국드라마에좀나가야되는거아니에요불러주세요
好，现在男女搭配干活不累的比赛开始了，混双。中国队先发球，看郭京飞的第一球怎么样。回过去还不错，蒋梦婕，郭京飞，哎呀，左半儿一度掌握的稍微差了一点。现在看倪坤啊，哎呀，蒋梦婕啊，不要总看倪坤，要看球啊，这点要批评一下你，这总看人不行啊，看球啊，看第三个球，倪坤过来，哎呦，刚说蒋梦婕看人，那郭京飞怎么也看人呢？啊，看球，同学们看球，现在来到3-0，现在倪坤发球，蒋梦婕回球给到倪坤，倪坤发个远方的。再来，蒋梦婕给的还不错。哎呼，哎，我们这怎么鞋掉了呀？等一下，鞋掉了。这谁给系的鞋带儿？太不负责任了，鞋掉了，必须叫暂停了。好，开了，不能开。안녕，张经理。이제안돼요。이제안돼。我怕呀，你个紧张啊，你。내가지켜줄게。妹妹，你不是跳舞吗？跳放松，跳用你最习惯的舞蹈来打。对，行，标准的舞蹈动作。来，中国梦之队，加油，快进，知道？来，从打拍的这个动作来看呢，可以看得出来，两个人的确没什么默契。谢谢。好，再看那个球，哎，蒋梦婕，我们再看一下，漂亮！这个蒋梦婕啊，运气太好。实际上他是想够没够着，但是这个球呢，他没碰着，正好还是来界外。中国队幸运的捡到一分，5-1。再来发球，看咱们郭哥、倪坤两个后排男选手较上劲了。蒋梦婕，人到了。球拍也到，踏至毛里呀！现在哈尼发球，郭京飞漂亮，这球难得打一个霸气的。看这个球，哎呦，出界。7-2，这球是我们还没怎么说呢，分儿没了。蒋梦婕，这球悬还不错，接回来，后排再给，看哈尼，郭京飞，哎呦，现在是韩国队的倪坤发球，到了后场还是倪坤的，蒋梦婕来一个，哎呦，这球连本解说都有点懵灿了啊！这个球是蒋梦婕得了一分，连陆毅都不敢相信自己的双眼，要给蒋梦婕点个赞，希望小蒋继续加油。你来，我来发吗？蒋梦婕发球。好嘛，这球应该打到对角线那边去。咱不是说你喜欢男神在哪，这球就奔哪去的。9-3，哈尼发个球，蒋梦婕漂亮，好球，扣球成功。现在比分来到了9-4，郭京飞发球，蒋梦婕回给自己的男神，还是蒋梦婕，哇，又跟倪坤飙上劲儿了。郭京飞换一下，郭京飞反拍。哈尼前程拦截，哈尼拦一下，再来，看准了搂啊，看准了搂啊，漂亮，多回合进攻啊，肯尼坤，郭京飞能不能挺住？还是后场尼坤，哇，这飙上劲了，蒋梦婕回拍给一个，尼坤给一个，蒋梦婕回过来，这球有没有？真的有，能不能救得上？哎呦！大之毫厘呀！
好的，现在来到赛点，还是尼坤发球。哇，尼坤打球不要总那么帅好不好？你看看，我就说你这样容易把小蒋帅蒙掉。11-4，这样的话呢，在总分上，韩国梦之队是大比分3-1领先。不过，去。7-1，盯着你打，中间别说，我在前 OK 好 Ladies and gentlemen, on my right, Korea represented by Chan Song, and on my left, China represented by Zhang Zhehan. China to stop global.先看双方第一局的比赛，张哲瀚先发球，动作很潇洒，掉个小球，灿盛这边回的也很快，漂亮漂亮，这边张哲瀚的球速确实快，男单最见水平，每次的奥运会包括世锦赛的比赛收视率最高的往往就是男单的比赛。我们来看第二个球，哎呀没有接住，一般来讲这种平快的球回过来，运动员尽量要用底线去勾啊，把这个拍的45度回度打起来。来看第三个球，灿盛发球，哎呦这个球想来扣杀，自己大喊一声，一是遗憾，第二个也再给自己打打气加加油。灿盛2-1领先，灿盛发球挑后场稳住，掉斜线非常好，哎，这个球应该说是张哲瀚啊，战术到位，就充分利用球场的宽度，把灿盛从球场的左侧调动到右侧，在他移动当中回球，失误可能性就很大。比分来到了2-2，现在继续，哎呀，仍然又是失误，这个失误自己感觉都无法原谅自己了。灿盛现在是靠着张哲瀚刚刚的失误来到了3-2，确实是势均力敌，真将对麦芒啊。灿盛发球。来个平抽掉后场高球，看这球怎么来处理，是平抽，哎呦漂亮，这球打得太专业了，直接是一个跃起扣杀，打一个平快球，直接压了对方的死角，这个球太专业了，这个球看张哲瀚能不能乘胜追击，嗨，这个失误有点，对张哲瀚这样的选手来讲不应该。来到了4-3，球权给了灿盛，哎，怎么回事啊？怎么又出界了？连续两次出界，白白送给灿盛2分，要调整一下心态。灿盛发球，回一下，平抽，反拍，往前掉后场，看这个球怎么来处理。张大师连续漂亮，界内漂亮。很清楚了，界内我们怎么看羽毛球运动员的水平，就是看多拍回合过程当中他的移动怎么样，瞬间反应怎么样。张哲瀚发球，灿盛回一下，哎，失误了，失误失误。很多的运动员呢在刚开始练羽毛球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问题，怎么失误那么多啊？失误主要来源于对球的落点判断以及对球拍的掌握不是特别好。5-5，看这个球，来个后场的大力发球，漂亮！张哲瀚现在是来电了啊，开挂了，连续的得分，刚刚是连续的送分，现在是连续的得分，这个调整对运动员们来讲很难得，有点小逆转的味道。来到了6-5，现在仍然是球权是领先的，刚刚得分的张哲瀚，张哲瀚发球，挑个对方的后场，放网前给后场了，漂亮！这个球非常漂亮，我们都知道你用正手打球容易使劲，你用反手还反拍，这个球非常难，这个球说明张哲瀚有想法。张哲瀚发球，再来一个，哎，回球没下网，7-6，这个时候对张哲瀚包括对灿盛都需要调整，因为现在双方实力差距太小了，连续的斗往前了，斗往前看谁先变，看谁先变，还是都没变。
连续再往前，大家都不放个远球，就看谁先变。这个变化来自于灿盛，他先发了力，打了一个平抽。现在的比分来到了7-7，比赛确实是扣人心弦呐，扣人心弦。灿盛发球，哎，这个球，哎呀，我得连挨三声，哎哎哎，太不应该的失误，赶紧叫暂停调整一下吧。一切你都可以，不要躁。不要躁，不是自己，你现在什么都不用想，就跟平常在横店打球一样。对，现在稍微有点，有点嗨了。要，我知道有点紧，把节奏稳下来。哦，加油！连续的给对方的反拍啊，战术调整的不错，给正手底线漂亮，战术得当。这个球的得分完全源于张哲瀚战术得当，连续的反拍，然后啪掉对方一个底线，又给到正手，就连续的我吊你，耗你的体力，正反拍轮转。8-8之后，看看张哲瀚这边，吊往前，漂亮，没过网，9-8。暂停之后啊，对于中国队张哲瀚的调整，哇，队长长出一口气啊，说你得帮队长扳回一分啊。9-8，张哲瀚发球调后场，常规处理，往前，漂亮漂亮。羽毛球当中呢，有一些基本的技巧和战术，就是要远近调动、快慢调动、正反调动。我刚刚就有一个远近调动，韩国队必须叫暂停。漂亮，小伙伴要鼓励一下。대상이다되는데그리고저친구가계속가까이오는걸노리는것같아매트앞으로你不需要去靠死他，只要抓住他，让他慢慢的他出现失误就可以了。OK， 没问题，相信我，相信。对对对对，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之前是失误多嘛，对不对？十足的自信了，必须的，我好。就爱，一点。哎，我就喜欢你这种不要脸的自信，太不要脸了。啊，对对对，接受接受，完毕。Best one， 加油加油加油！看这个球，张哲瀚发球，灿盛来个后场，回球出现失误。我们判断张哲瀚刚刚应该是想放一个往前小球，所以他没发力，但那个球呢，距离掌握的不是很好。9-10之后，看灿盛能不能打到10-0。这个球如果拿下就赢了。看这个球，张哲瀚发球，灿盛来个后场，回球出现失误。我们判断张哲瀚刚刚应该是想放一个往前小球，所以他没发力，但那个球呢，距离掌握的不是很好。9-10之后，看灿盛能不能打到10-0。这个球如果拿下就赢了。哎呦喂，我的老天爷，我的张哲瀚呐，又一个失误。哎，比分来到了10-10。张哲瀚自个儿都说，这是什么情况？这是离胜利刚刚只有2分的距离。哎呀，没关系，解说还在，哥在这挺你啊。看这个关键球的处理。灿盛掉一个前驱，这个球怎么样怎么样，哇，掉下来了，再打反拍吧，反拍掉后场，灿盛连续掉小球，张哲瀚，哎呀，漂亮漂亮，这个球啊，真的要为灿盛喊个漂亮。为什么讲，就是他的这种战术得当。这个球如果的手腕力度再柔和一点的话，现在领先的就是灿盛了，也要为张哲瀚的运气啊长出一口气。这个球的确是个运气球，白捡了一分。这是张哲瀚的赛点，这个球拿下这场比赛就赢定了，男单呢。掉后场，也是来个掉后场，现在双方都不敢求变，稳中求胜，看谁先变。哎，漂亮漂亮，好球啊。先变的就是张哲瀚，他是先放了一个远程的斜线让对方去奔跑，而且这个球落点相当估的很准。这样的话，这个球呢，张哲瀚12-10，公仔头都掉了，12-10拿下，漂亮。
太漂亮。이번경기남자복식입니다네어떤분이나오시나요告诉我们中方的球迷，那我们刚刚看到有非常出色表现的张哲瀚，再次携手傅辛博进行男子双打，有请两位。哦，张哲瀚또나온다고요와그러면은리엔리엔이번에이길수있어요来소개하겠습니다조건과산다와와하하제가대진의운이있다라고얘기했는데어떻게생각하세요我反而会觉得我们的运气不是很好哎，跟我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아까조건씨경기하는거보셨죠예예어떻게보셨어요실력이한어느정도되는것같아요我觉得他不错짱짱이질정도로불안합니까아표정이그게아니잖아요 잘할수있어요무슨그런질문을물어보냐는그런표정이죠 네잘할수있어요내가댄스배틀이면그냥이겼어요근데보신분짱짱음악아이거다안돼안돼아니야아니야因为刚打完，因为刚打完，好吗？나중에드리겠습니다자그럼경기한번해볼까요好，很期待这场比赛。알겠습니다现在可以开始了吗？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双方第六场的比赛是男子双打。我们先看灿多的发球，一波扣杀。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一上来得分那么轻松啊！韩国队这边这么早就叫暂停，这是要干嘛呀？不是因为没在场上，其实我们其实这么打的优势，我也尝试过。我其实暂停用全力跟谁打一下。好，现在比分是中国队1-0暂时领先。阿拉赛，张哲瀚的发球，赵璇回一下。反拍，直接是回球出界，1-1打平。韩先生，韩先生，韩先生，我俩先生，我俩先生，这长城胜仓耶！韩先生，韩先生，韩先生，我帮你争你。你看，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回天，给他们，回天，这样相信我，相信我。好，这边来看双方第三个球，现在的比分是1-1。你弄完，你往后撤。好，哲瀚，看赵璇。使劲来一个，直接是出了界。好，三十秒，是要制造娱乐效果。我以为他太准的。现在的比分是2-1，看傅辛博发球，来个小球，赵璇再来一下。这是干嘛呀？这是。那么在羽毛球的比赛规则当中呢，傅辛博发球应该是对角线区域的灿多来接发球，而绝对不能是傅辛博对面一侧的赵全同学来发球，因此完全不懂羽毛球规则的赵全拱手相让一分。好，现在比赛继续，中国队发球，赵全干嘛这是？哎呀，这是你们两个人谁是往前，谁是后场，能不能分得清楚一点？진짜로합시다이제진짜로진짜로와열받네와好现在比赛继续灿多我还要往前小球哎赵全这球给的还挺快赵全同学使劲赵现在连续和赵交手怎么样给你机会打不着我就得不干了哎呀赵全是直接扣球扣给了土地公汉多说真是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啊就怕你这样的队友啊5-1哇啊这这那要趴着背手汉多到了后场赵全到了前场哎呀哎呀哎呦这是这是准备跳舞现场感觉到了 Michael Jackson 附身到了赵全的身上啊多跑点高球多跑点高球傅辛博开球灿多回过去
扣杀。哎呀，这球是给的够刁钻，再次的是发球成功。目前呢，中国队这边是7-1领先。再来看一下，赵全回到后场，赵全，中国队节奏控制还是相当不错的，就玩命打赵全是吧？凶多吉少呀，果然。看中国队的发球，傅辛博发球给这边灿多，傅辛博，灿多还是傅辛博，赵全反扳回一个，张哲瀚再打赵全，中国队现在完全掌握住了赵全的优势，赵全是用舞蹈来向你们表达，哥们根本就不屑于跟你们这些业余选手较量。好，现在中国队是10-1，拿到了一大把一大把的赛点。现在是傅辛博发球给对角区域的灿多，傅辛博俩人跑一块去了，有点悬呢，还不错。张哲瀚漂亮漂亮，完全不给对方任何的机会，尽管手握着一大把的赛点，还不错。现在总分来到了3-3。好 ，dance 好，준비됐죠 ？Dance better。우리가배드민턴에서는졌지만댄스에서는이길수있어요오케이期待댄스배틀의승자는누구예요어恭喜两位恭喜两位조건상도谢谢7韦天祥和俊金两位实力派偶像型选手，简称实偶派，两个人都是挺紧张的啊。俊金先发球，韦天祥直接来扣杀，漂亮！哎呦，先声夺人的好球啊！韦天祥发球，俊金掉个后场，韦天祥准备再次大力扣杀，漂亮！哎，现在1-1，双方你来我往，犬牙交错啊！哎呀，气势较量不能输。俊金发球，哎，这回换个战术，好嘛？我们能够了解啊，就是魏千祥后杀没成的这个发虚，因此想调个压线的轻吊球，
但是落点掌握的不是很好。这样的话，俊金是2-1，再下一城，韩国队暂时领先。哎呀，我在干嘛呢？这是打平了。哎呀，关键时刻、关键场次连续的失误。魏金祥这边感觉空气都凝重了。魏金祥连续的接发球，后场这个时候可以扣杀。这个球一定要掌握好角度，怎么样？哎呀，千叮咛万嘱咐呀！这个球看的时间那么长，真的不应该失误。现在比分来到了3-2，还是俊金的发球。魏金祥，这是要干嘛呀，魏哥？连续两次失误，连续同样的失误，4-2，球接好。魏千祥，魏千祥，魏千祥，稳住！我的妈呀，又不接了！看着本姐说都要吐血的节奏，必须叫暂停，必须叫暂停！我感觉现在魏千祥要有一个调整，现在不是技术出了问题，完全心理出了问题。就对了，按照自己的感觉打，想扣的时候就扣，想打的时候就打，不要想那么多，他一定会失误的。你只要能接住就行。先说，手错了多不紧张的事，마지막으로실수를누가알아냐야마지막에한다고했지그니까나그전에끝나줄알았거든계속형이대로하면돼요계속주면돼요실수하라고계속주면돼요왜이렇게형전진전진화이팅好比赛继续俊金发球魏先生表情不要那么凝重嘛哎，漂亮！好球！这个球充分说明了俊金呢、准备相当不到位。比分来到了5-3，看看魏先祥能不能乘胜追击。哎呀，我的妈呀！我这词儿还没说完呢。什么情况啊？再次的下网失误！我的天哪，这比赛！哇，我觉得魏先祥压力山大呀。回球，魏先祥这个球该有了吧？怎么回事？7-3，连续的失误呀，连续的失误。哦，对了，哦，目前的悬念是，能不能魏先祥失误少点，好吗？来而不往非礼也。韩国队这边，俊金必须是头朝暴毙，也给个失误。7-4之后，魏千祥的发球，看俊金接发球，哎，就好吗？真是。这是现在失误的灵魂由魏千祥这边七星转移到了俊金那边，俊金生气的拍子都扔了。好，来看魏千祥这个球，看俊金，魏千祥，俊金，哎呦，哇，就地十八滚呢，这是，哇，太敬业了。这个球啊，要重点表扬一下俊金这个十八滚的动作，那相当的漂亮啊！把这个地滚的那是相当干净。另外，看的我们这是，我们作为专业羽毛球解说员，都很少见运动员就地十八滚的。7-6之后看这个球，到反手的后场漂亮，界内漂亮。中国队再次拿到一分。魏千祥这个球啊，我不知道他是故意跳的这么准，还是说他自个儿都没想到运气这么好。比分来到了7-0，漂亮。比赛太扣人心弦了，太紧张了。真正的较量才刚刚开始，俊金那边魏千祥，哎呀，漂亮！嗨，比分来到了8-7，看俊金那边魏千祥掉后场，漂亮，漂亮！这球看的是哪有看的？俊金那边一号非常精准的判断，9-7。领先2分了，也就是说韩国队这边再得1分就拿到赛点。俊金发球，魏千祥回过来，俊金，哎呀，多少得给点机会给魏千祥。天赞大哟，平躺着吧。哎呀，这是干嘛？这是准备一哭二闹三上吊啊，觉得自己表现怎么那么差劲呢啊。现在是来到了9-8，啊！这什么？这干啥？这是干嘛呢？这是啊！这对球拍有意见，您直说行吗？不带这样玩人的啊！10-8，
无语啊。好，来看这个球，俊金这个球有没有？哎呀，这个球这什么动作？这是街舞的动作 ，popping 的动作，能打进羽毛球来了。这个球，哎呀，太可惜了。俊金这个球如果稳一点的话，就你退到后场轻挑，这个比赛也许就结束了。现在10-9，俊金握有赛点。俊金的这个球一定要减少失误。哎呀，说了减少失误的呀。哎呀，又是失误。这样的话，首先恭喜韩国队获得了本次羽毛球赛的中韩 PK 的最终胜利冠军。哎，中国队还不错，心态还保持的还挺好的。我觉得你他妈今天快跳出来了。혼자 가면 빨리 갈 수는 있지만 멀리 갈 수는 없다고 합니다. 우리가 다 함께 간다면 멀리 갈 수 있지 않나라는 생각을 합니다. 이번 기회에 한국과 중국, 중국과 한국이 더 멀리 갈 수 있는 친구가 되길 바라면서 마무리를 짓도록 하겠습니다. 자, 오신 여러분들이 우리가 꽃다발을 전달을 해야겠죠? 네. 멍주도스 经典 경기项目 5段 综合障碍赛 지금 이미 过去了 55秒 速度 我想说他真的太快了，力量好，接球，惊险，张小汉发，超越极限的挑战，荣誉究竟属于中国还是韩国？下周六晚9:08，深圳卫视《中韩梦之队》。谢谢。谢谢。외치겠습니다，中韩，韩中。